下，哎呀，呀，呀，嘿下，呀，嘿下，啊！工程施工车怎么还没到啊？过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为什么还不来啊？Oops. Oh no. 这是什么呀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有没有人呐？救救我们呐！哎呀，哎呀，这是什么声音？是从那边传过来的，我去看看吧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江毅，我们被史莱姆困住了，快来救救我们呐！知道了，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会儿。咻！放心，我带来推土机了，用推土机来推一下，出发！怎么回事啊？我也被史莱姆困住了！天哪，我的推土机竟然也被史莱姆困住了！没办法了，那么我去把吊车带过来。你们再忍一会儿，我用这辆吊车来救你们。谢谢你，江一，托你的福，我们才可以脱离险境呢。和我还这么客气，我们赶快去工地施工吧。